始，我要跟这个粉头龟来对战。可以来抢他的钱。他变成蝙蝠还很可爱。可是他只有五块，我偷他十块。斧头哥，你欠我五块。欠我五块，懂吗？既然这样的话，拜托一步。哦，哎，等一下，那个糖有什么作用啊？哈哈，他终于没有用该死的糖果了。这个到底有什么用？我试用看看。刚斧头龟一直用糖果，那现在不用糖果，那我觉得很讨厌。好啊，拜托拿他拿那个叉叉，爽啊！把我画面没有对好，好慢啊！完了，他有那个库巴塔，死定了！一步，这边爽，这库巴怎么？好吧，我看有什么糖可以用。啊，这个要十块、五块。因为我蛮喜欢这个糖的，我说。拜拜。冲啊！才一块。哎，等一下 ，DK。DK， 你终于来救我了。来，送给我一颗糖。哎，幸好我刚刚没有去买那个红伞。哎呀呀！
这里。